问题是说，他目前哦，胰脏经过影像检查，然后在那个头部的地方有2.5公分的肿大，但癌症指数都正常，想请教一下，那是不是要再做进一步的切片检查？那该怎么透过延时间来看？能不能做切片检查？不能，不行，我那个在光盘里面都有了，然后检查出来是果。我上一堂刚讲过，除非你要从果解症，就是要把它割除，要不然以延时点从因解症是不需要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因解症因是什么？体香跟热能不足嘛，那就是喝姜汤按推嘛。那你还需要这些参考的资料吗？比如指数的高低、肿瘤的大小吗？需不需要？真的真的不需要了，是这样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刚刚放的淋巴癌，我鼻子那个肿起来，我们有没有照片？就是在检查指数，通通没有啊，那就是体香跟热能不足而已。好，回答到你。